要不要把我当女生活？我今天跟着我走吧。我今天跟大家来那个，我们这个叫浴池，这个叫什么名字啊？盖勒特。盖勒特，对，盖勒特。然后这个是游泳池，然后这里面其实有，它其实这边这个是大厅，但是我现在只带你们看照片，因为里面其实不方便露营。对，里面不方便。然后我们刚从，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泡完了啦，我们要走了。对。哦，刚好这些照片都可以让你们看一下，这是户外的照片，这是一个户外的游泳池，但是现在都没有开了。然后上面有一个，上面会有一个温水的泡池是36度，然后旁边会有一个那个桑拿的露，桑拿的房间。然后我们在里面的时候，其实会有四个浴池，一个大游泳池，室内大游泳池，然后还有四个浴池。然后四个浴池分别是第一个是36吗？嗯，第一个36是两边都36吗？一个更冷，对不对？28还是？真的吗？对，然后一个28、28、36，然后另外一边是36、40，然后各个两边都有那个蒸汽室，你这样你看。两边都会有蒸汽室，然后所以就是左右两边游泳池进来以后，左右两边会有各蒸汽室这样子，所以总共加起来是两个游泳池，一个室内泳池，一个室外泳池，然后五个温泉池，就是36度的两个，一个28度，一个36度有三个，对，然后一个28，一个40，所以最热就是40度，然后我们从这个入口进来啊。你就感觉到你好像在一个大浴缸里面，因为这个就是这种瓷砖啊，就像在大浴缸里面。然后外面其实很漂亮，我们往外面走。然后门票其实不便宜，门票我是买折扣价，就是网络上买门票是530元，然后原价是590。对，但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就带本书来这边泡一整天，其实就蛮划算的。嗯，对。然后我们进来的时候是用那个门票，用这个，所以等一下出去的时候就哔哔，然后就出去。等一下来带大家看一下大厅。OK， 来。